那你只要相信，当然，我有时候会请他们讲讲因果的真相，因为你们不相信。啊，如果各位完全相信了，今天我们聚会在这边，这是我们好几世的约定啊！学佛了要聚聚会啊！但是过去都有缘了，然后我们聚会，大家一起来帮助整个地区、整个法界。所以，那这个有累世的因缘才可以的。所以，那我们把握这个因缘，但是这个因缘永远没有散掉。为什么？把今天的法喜放在你心里，好不好啊？永远在上供下施。啊，放生不是我明天才去放生，而是我时时刻刻都在放生，都在慈悲，时时刻刻都在烟供，时时刻刻都在点灯，时时刻刻都在上供下施。不过话讲到这个地方啊，也就是说，各位，你要散发一种，念一下，快乐、自在、幽默，没有压力，拥抱众生，不对立。所以各位最好，你把你自己当做一个老太婆或老先生，坐在路边 ，Hello，Hello， 就是念阿弥陀佛了，祝你快乐。你要我念什么就念什么，反正我 Hello 里面充满了祝福。啊，但是你不要有一个心态，放一个石头，石头还好听呢，放一个手榴弹，你要对我不好，所以你要把这些东西丢掉，这些东西丢掉，因为看人要看心，对不对？你原文字讲的再好，你这里面有虚伪，有傲慢，有自卑，这个没什么。所以我觉得，特别女孩子啊，我今天打扮得漂亮才出门，不然我不要出门。你给你自己压力了，今天我很有钱，我就我是有钱人，你有没有看到我头？对不对？就是这样。你们看我的车子那么高，因为你没有掌握你的心才是最美的，叫如意宝啊，菩提心。但是你用外在的东西来填补自己的空虚，这不好。夫妻之间千万不要给对方压力，你一定要爱我，你不能离开我。对方要求。所以各位，你要修行啊，修行是一种和谐，所以我们出家人叫和尚，和和。你对我好，我也跟你和；你对我不好，我也和，因为这些都是暂时的。你今天骂我，明天搞不好你会对我好，这样啊？你这辈子伤害我，下辈子你会对我更好，因为你伤害过我。那你这一点对你来讲，对你好，对你我不在乎。因为它只是一个因缘果报的现象，因果嘛，所以说因果是可以改变的，可以忏悔，可以制造新的善的因果，但是它不是永恒不变的，不变的是空性，展现出来的平等大悲，那这就是我们要过的生活。但是不是说告诉你这个，你每天就在研究佛经？不是的，你就用这种无所求的慈悲去做医生，去做护士，去做经理，去做餐厅。去做太太，去做先生，那你也把这个心态用在你的人际关系，给别人快乐。所以我一直不喜欢讲太多经或是太多理论这种东西，因为我怕很多人又跑到理论里面去了，认为说学佛就是越研究越深，越爬越高，问题呢，离自己越来越远，觉得奇怪，还是不踏实嘞，还是找不到那个点呢。所以我发觉很多出家人，我到纽约才发觉，哇，原来纽约出家人有好几千人呢，因为他们离开了家乡的寺庙，乃至印度，来到这个地方啊，就他有些人是佛法用不到，修了一辈子的佛法，读了一辈子的经论，他用不到。他没办法跟社会融合，他不知道活在当下，他制造了一个假象，大家。所以在这一点，我虽然很多人有学各种不一样的法门，但是呢，我们讲叫心地法门，你讲当下的自在，当下的平静，
平静反射的光，大慈大悲，一点都不用勉强。啊，一开始你要故意去勉强慈悲，到后来慈悲变成很自然，叫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从有到无。所以，那最主要是你要开始练习。我想各位从今天开始，你要回去观想，现在我得癌症了，人家来看我 ，Hello， 阿弥陀佛，这样就好了。不要说，我怎么会生病呢？有没有钱啊？你们同情我啊？啊，你把你自己的快乐定在别人的眼光或给你，你会很痛苦。就像一个女孩子，师父，我什么时候结婚啊？嫁给阿弥陀佛，不要嫁给一个凡夫男人，你会看不起他的。啊，嫁给真理。所以，就像我这个男人，我已经体悟到这个道理了。我不需要爱情了，我不需要金钱，我不需要地位了。我们出家人存在的目标就是奉献，无所求的奉献。不要囤积金钱，就是奉献。啊，因为走到哪里。哪里不是道场？因为有智慧、有慈悲、有爱，就是道场。到红木区也可以，到路边也可以，喝咖啡也可以，星巴克 OK， 可以谈佛法的地方，可以表现佛法的地方。因为你在那边吃饭，吃得很安详，微笑，然后眼睛看着对方，嗡嘛呢叭叽哩吽，耳朵听着对方，嗡嘛呢叭咪吽，这样啊，因为你随时在。表现佛法，这个餐厅大家纷纷扰扰在吃饭，吃鱼、吃虾、吃肉，没关系，超度大法会。那我一定要进去里面吃才可以超度啊！叫来的素食饭菜，替他们上供下食，念完了，师父呢？法会办完了，啊，不然我进去干嘛？超度人、超度动物、超度老板、超度厨房。所以，因为这个世间。佛法不是这个硬体，它是个方便，也不是说再好或不再好。如果你不会用它，它变成浪费。那佛法是在净化人心的，所以我想各位，你今天开始学佛了，至少先学到什么？来，快乐、亲切、自在、柔软、关心别人，像一朵花。你要给别人感受到。叫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，不要穿个衣服。我是老板，我是美女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对我们来讲，你是乞丐，好可怜啊！所以佛陀要我们过那种没有钱、没有装饰、什么都没有的一个生活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佛法的喜悦，有智慧嘛，有悲心嘛。这是我们唯一的财产啊，所以我经常念这句话，我觉得很好。念下来，身如乞丐，心如黄金，这样就好。好在各位有点穷，不然你才不会来学佛。那现在你先有钱的要命，骄傲，对不起，学佛，我还在搞我的办公室大楼，看车子。不然人家不知道我有钱，所以佛陀说没关系，等你痛苦了再来。没有病的人干嘛来找医生？是不是？啊，你要觉得自己不圆满了，哎呀，有钱怎么那么痛苦 ？OK OK。所以有人跟我说，师父婚姻不快乐，太好了，你快开悟了。感谢对方，善来善哉善哉，啊，因为你要知道，假的都是痛苦的。师父，我生病了，太好了，你快了，不是快死了，快开悟了，快去净土了，啊！所以你要经常这样去想问题，所以你这样去想问题，像我们不知道求什么，出门带一件往生被，因为什么时候要走不知道，我自己还带好了，啊！但是走到哪里？尽力，我自己要修佛法，我要安住在法性，就是佛性，安住在无所求的、无分别的、越确了解一切的智慧，却时时刻刻关心花草树木土地的
慈悲。所以像我今天在这边，我很努力啊。为什么？老人院是我的，这些老人都是我的父母，这些同事呢都是我的恩人，他替我照顾父母，所以我今天很努力。但是我讲的是今天啊，明天就再见。啊，今天很努力，明天就放下，努力睡觉，努力吃饭。我每到一个餐厅，我都会去观察这个餐厅赚钱吗？亏钱吗？那个多少钱啊？这个挣多少钱？啊，师傅，你要开餐厅啊，你才知道。关心每一个餐厅，关心每一个公司，关心每我们不是在揭人隐私，虽然不是那个意思了，了解他怎么去帮助他。所以各位，你要这样，而不是说，现在你在跟这个事情，心里又在想着他，我心中有个他。然后一直执着他，对对，看到我就不快乐，看到老公才快乐，奇怪啊！因为各位要你要现前，我就要给你快乐，因为快乐不是来自于我求别人给我快乐，快乐是我现在给你快乐，一种无所求的布施给你，不是金钱，不是外表，不是身份，不是地位。我想一只流浪狗在路边看到你摇尾巴，它给你很大的快乐啊！它不见得是对你有所求，它只是看到你很亲切这样而已，它想要给你快乐。那我想各位应该学佛以后啊，不要装的是我读很多书，或者是我很穷，我很悲伤啊，因为你看到每个人是心中没有任何分别的祝福对方，这样就好。虽然像我们是华人呢，不认识的不好意思跟他打招呼，这是我们的习惯了。但是各位到美国也会 Hello 阿弥陀佛啊。但是你现在就开始练习，虽然你可能表情一下子很僵硬，练习不好，但是你心要练习。就像我天天坐飞机，机场跑来跑去，我就一直祝福，一直祝福，一直回向，因为我要保持在修行的状态。啊，我在这边念心经不是为我念，现在你们不要吵我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念佛是念给整个飞机场、整个世界、整个法界，在任何地方都一样。所以人家说：“哎呀，师父放生呢，放不多，没关系。”我只要出海我就放完了，一块面包也可以啊，因为我用面包跟鱼跟鸟结合，用水跟大海结缘啊。因为你能够救多少呢？今天你花了$10,000也是一点点而已吧。所以在这一点，当然话讲回来，为了别人你一定要快乐，你要发愿，以后我再大的痛苦不诉苦，以后我身体都痛得快死了，我还在笑哦，消业障，消业障，消得真快啊！所以那消完业障就 OK 了啊！所以，但是我还是要利用这个死亡的生灭的过程，给别人快乐，跟别人结善缘。因为死亡是必然的，只是我们用人类的眼光认为80年、100年好像蛮久的。事实上它是一个刹那而已，一个生跟灭这样而已。但是我们在这生灭里面找到生命的道理，生命是为了解脱轮回，生命是为了利益众生，这个抓住就好。所以还没结婚了可以不需要结婚，除非你要去度他，度一辈子度得好累啊！啊，已经离婚了你要放鞭炮恭喜发财啊，因为你什么都可以接受，但是不要去动机如果不对的，过去是满足欲望的，我这个动机不要起来。现在我为什么要去上班？为了结缘，为了丰富我做事的能力，为了帮助众生，所以我去把马桶弄得很干净，我把地上扫得很干净，我把电话接得很好。这工作没有贵跟贱，只有在动机。别人分贵贱那是别人的事情。所以念一下，享受孤独。学佛的人不要经验别人认可你，不需要。如果需要别人认可我们，我们就不出家了。佛陀要我们显现跟别人不一样，全世界都误会你，你头脑有问题，不忠不孝，无情无义，跑去出家。佛陀要你
享受孤独，却不断奉献。人忙心不忙啊，人忙心更忙，那你忙了没效率，忙到生病，很多人就提早死掉，为了得到利益，哎呀，家庭破裂啊，怎么样对立啊，浪费了啊。所以各位现在已经了解佛教的意义，忙是为了结善缘，忙是为了慈悲，不要有所求。如果你的动机是为了照顾老人，为了照顾人健康而煮饭菜，为了让别人穿起来又温暖又庄严，我去设计衣服，那很好。包括各位生小孩，你要起一个动机，我生这个小孩是要让他来成佛，来利益众生，来消业障。那你不能说完了后悔了，我已经生完了，跟这个没关系。你现在的念头就是一个生，像我现在有没有在影响各位？我已经投胎到你心里面去了啊！因为这个种子，这个种子已经在你内心成长了，所以你要把握跟任何一个人相见的习惯。像我坐在飞机上，我很少打瞌睡，万一睡得不好看，还影响隔壁人对一个出家人的观感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都看经典，我表演给他看，看得很乖。打开窗户，哇，念，哦，看经典，照顾他，照顾他。事实上，我在照顾对方啊，你的水，他吃饭，他在吃肉，我在吃素，我在嗡阿弥陀佛，跟着喇嘛说，往里边没用，我已经把他超度完了。人肉合为一体，人要超度，肉也要超度，功德供养你。我都认为说，坐我隔壁一定是我爸爸，啊，老的一定是我妈妈，年轻的搞不好我太太，好好供养他一下，下辈子不要再结婚了，啊，所以因为我要还他债，但是我不会说我是我，你是你，跟我没关系，因为每一个人的动作，像我在飞机上，我看旁边人都在看电视。那我就会观想他的电视就是《弥陀游记》，他们在看的是世间的真相，然后就极乐世界这样啊。因为你的念头给他就好了，祝福他，愿他走到那个线，那你就没有浪费。这种当下的奉献跟付出，有一句话啊，千万虽然我们享受孤独，但是却不离开对方，记住啊。不能遗弃对方，不能跟对方对立，因为我跟对方是一体的。但是对方所谓享受孤独，是别人都不了解我，但是你是人间的阿弥陀佛的代表，我来把阿弥陀佛的真理跟爱跟净土的庄严，透过我的身口意跟心态传达给对方。你要一直展现这样的心态去期望自己，不要献出你的愚痴相、贪心相、生气相、爱睡觉相，相由心生。记住这句话，修行人一定要相好庄严。文殊菩萨相庄不庄严？庄严。释迦牟尼佛庄不庄严？庄严。相由心生，你的心现在就展现相，并不是我黑我白我高我矮，那只是一个过去的业报。但是我现在的相，我心在佛，我就显现佛，佛的像、佛的语言、佛的声音、佛的心去呈现出来。那你为什么供养对方？所以当你专心在念阿弥陀佛，坐在你隔壁看到你，有没有看到阿弥陀佛？因为你送给他阿弥陀佛。当你心一直在念大悲咒，那你把观音菩萨的力量供养对方了，因为你心在一种悲心。所以各位念咒，你还是要有前行的发心跟愿，这个正确，你要很正确哦。念药师咒，那我为什么要念药师咒？因为我了解药师本愿功德经里面的药师佛的十二大愿，药师佛的修行的功德，我知道了。所以我念的时候呢，我供养，不能说光回向给牌位，不回向给人。我发现现在有这个问题，我对回向牌位猛回向，对隔壁人，哎，你撞到我了。你坐错位置了啊！各位这边回向老半天，回去还跟老公吵架，你回向半天干嘛？你知道回向一次还可以一个月不吵架才有用啊，因为你用的是
佛的心去对待对方啊。所以那我想各位，你要有所要求自己，不要放任自己，不要任性啊，不要随性。我们是随着我们的佛性，而不是随着我们的个性脾气。特别对家人啊，家人，因为你所有的修行就要在你的家人面前展现出来，因为他跟你最亲近啊，影响力最大啊，所以你要掌握好。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，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，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往生助念可以多去几次吗？多去几次是攀缘吗？不是啊，那当然无所谓啊，啊，但是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，但是也不能太酷。哎，我们的助念只有一次哦，不能超过第二次哦。别晒，从我都要看一下下几流拒收哦，就酷哎。人家另外几种摆位，非本中心排位拒收，当然要收，怎么拒收？你太不慈悲了吧？啊，你劝的话他可以，对不对？你既然写来要超度，那我们就给你收了嘛。那劝话你说啊，最好用这个最好。但是你那边下整碟没关系，反正给你啃一边嘛。因为那种大张他拍打一块嘛。但是如果严格拒收就不好了。所以我都在往生跑去看到，我给站上来，赶快亮起来，就是民主的啊，那边拒收。啊，佛教里面不喜欢把负面的给别人看，为什么归根回溪来的都是正面的？啊，这来对呢，这个拒收啊，就拍看啊，啊，你要写正面的，尽量不要讲负面的，啊，希望大家把握这个原则啊。所以给两贵宾啊，绝对不是攀缘。不过我有一个建议，对往生的人还能关心，对外人更该关心。啊，对外人，你得该劝化。哦，信任够。从我那阵去做，我一定找地藏本愿经的漫画书去，还有法句经，我那时候印很多。然后呢，一本地藏经给伊，啊，这漫画哦，这就好看哦。啊，反正你都要念到奥金壮波代志，就甭看啊。啊，然后你要去劝化他，度他，然后来讲假寿西更加好哦，等等等等。啊，各位今麦各位要演讲啊，要修来修较济，参一寡物件都修。哎，念嗡阿吽，嗡阿吽，安尼，啊，所以我去做念哪哪，一人喝一杯水，一人一杯米，
好，那向目口念哦，时时咯，来，大家去扛安尼。啊，布施哦，孤魂野鬼哦，回向往生者，佛教就是这个意思嘛。放蒙山，回向给亡者，功德最大。哎，记得替人点灯哦，那各位现在都会了啊。哦，会做上供下施，给人搞。印经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为什么要受戒？而且规定在行为上、语言上、心态上，你要符合这个戒，乃至我们叫符合真正的无上菩提心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修行人看了这么多经典，这个经典就告诉我们，思想上要没有烦恼，有空性，对待众生要有报恩的大悲心，乃是自己生命的愿力，宁可牺牲生命，叫依止于菩提心，离开菩提心。虽然你做了一些善事吧，但是还是轮回的魔业，善有善报，还是轮回。唯有依止圆满的无上菩提心，那菩提心就包括无我的绝对无我、万法虚幻平等的空性，以及绝对大慈大悲、难忍平等。那你比如说，我看到很多佛教徒，他认为我是佛教徒，但是他看到别人做错的时候，他可能说啊，你们对我对你很好，你错我就痛骂你，啊，还是你，那你还是抑制你自己的想法。